在星期里举行前，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太太唐青仪一早就来到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公众区，和在场等候看升旗仪式的市民握手。出席升旗仪式的还有特区政府主要的官员、中央驻港机构代表、外国驻港使节，都有来到出席典礼。踏正八点，在警方银乐队的伴奏下，国旗和特区区旗徐徐升起。飞行服务队就派出多架直升机越过会场上空，而多艘消防轮就在海上喷水致敬。场面咁壮观，就算是打紧风，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嚟观礼，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